很困难。是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本场的最佳球员花落谁家。跟德国队的那场比赛以及晚上加拿大的那场比赛，这两场比赛教给我的两堂课啊。那刚刚呢，我们是重新复盘了这一场瑞士和喀麦隆的比赛。这支瑞士队如果说他们跟同组的巴西队直接来碰撞的话，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应该是怎样一个回答了？找到思路了，找到思路了。对，开玩笑啊，因为本届巴西今天的第四场比赛就能够看到巴西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了。我们看看由内马尔领衔的巴西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那稍后呢，我爱世界杯精彩继续。